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为什么这么紧张。之前呢，很多人都在说这个 Omicron 是传播力比较强，可症状比较轻微。但是林士璧医师就说，根据英国的公开资料显示，致死率还是有，是0.16%，不是说不会死人的，是会的。所以他说，不要再说 Omicron 只是一个小感冒了。好，所以大家真的必须要严阵以待。那么继续我们就来关注的是，现在有16000多人因为在除夕前，好，也就是最近几天被框列，好，被隔离，所以呢这16000多人是没有办法回家吃团圆饭的，只能够自己一个人哦，在这个防疫旅馆或是集中检疫所里面吃外送的便当。但是我们还是很担心的，就是过年会有一个大型的群聚，好，不要说没有，一定有吃团圆饭，家家户户的拜年，出去走村就是一种群聚。那么现在指挥中心呢，昨天就说没有升三级打算，至少在2月7号之前，在这个开工前都不会升三级。可是台北市就认为说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那么是不是应该先升级呢？我们先来看到这是过年的防疫指引啦。这个指挥中心怎么说？他说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人不要回去探视长辈。那么聚餐呢也要控制人数。记者就反问陈时中说：“那请问一下，控制人数大概您建议是多少人上下是比较保守的、比较安全的？至少不要超过几个人呢？”那么陈时中指挥官不是说吗？日子还是要过，生活还是要过，自己要比较自律。但他没有说几个人为限。好，这个昨天如果您有看记者会，您都有看到。那么接着呢，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，大家就在骂喽。请问一下，这样的指挥，人人都会说啊，我也会说大家，不要群聚哦，减少群聚哦，打完疫苗才可以回乡看长辈哦。这句话人人都会说，所以他就想问你，给个指引，这个指引是哪门子的指引呢？台北市现在就决定说，餐厅内用未来可能会加严，如果升2.5级的话，可能就会加严，并且呢要求要放隔板。那他就有说啊，柯文哲就有说，凡事都要有科学基础，下午就会公布了，好，真正最严格的防疫指引会到哪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的是，防疫升级了吗？好，有没有可能在过年的时候会升级嘞？好，那就有网友表示说，五都都表面好像不跟进，但其实哦，桃园有偷偷的加严格。怎么加严格法？内用座位减半了，像是刚才为您播报过的百货公司的大卖场的内用区，还有美食街，这些座位都是减半的，不可以坐满满呢。高雄还说要比中央更严格，中央到哪边，高雄会比中央更严格，这不是也是所谓的防疫的2.5级吗？现在在高雄也是严格控管，就是要做10连制，没有的话就是要罚业者，也要罚消费者。那么民众怎么说？我们来看看，过年台北最安全啦，因为大家都返乡过节了。好，那么根本没多少人，但过完年开工日当天就不知道了，当天会爆多少人嘞？另外，北市升2.5级，中央愿意授权，扰民的坏人给你做。好，防疫的功劳呢，那就是算指挥中心的吗？那么大家就在讲的是，真的是一点肩膀都没有。继续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，疫情这样子爆发哦，指挥中心没有像去年一样宣布餐饮禁止内用，怕什么？怕经济有问题，怕得罪业者，或是防疫提升三级了吗？也没有，反倒是县市首长先动起来哦，比指挥中心来得紧张。但我们想问的是，中央跟地方怎么会差这么多嘞？我们持续来看，整个疫情在现在这么爆发的状况之下，陈时中也心态跟县市长的现任的县市长心态不一样，因为邓文灿伊是爱顾伊阿爸要接的迄个人，其实大哥的心态即马伊有别个呢。台湾话一句话讲啊，叫做“泰哥存烂”的，哦，伊已经无法度啦。那高雄呢？高雄你来看卖啊，关的阿咧就关起来，关的阿咧就关，为啥物？因为单机卖真知影嘛，你伫高雄爆发就对啦。你即一当啊，恁拢咧检讨陈时中，你无去回头去看陈其迈，伊就是号称伊是上解严的，包括当机时咧做副院长 ，SOP 是一定的，无所不至。你拢讲过呢？如果今天在高雄佮继续崩了就对啦，单机卖压力是比陈时中较大个啦。他们是有选过，真正在面临选举，他知道什么事情，他要务实的去做，所以等于县市长都比中央指挥中心更紧张，而且更超前部署。但中央指挥中心他要的不是防疫成功，
他现在要的是道神，然后带着光环，然后指挥派到，哎，今天你是先发或是后援都可以。所以他现在这个局已经全盘都是政治考量了。所以我们现在防疫的，你看各县市做各县市的，嗯，伊讲安那讲，陈时中讲你若无实名制啦，无现红，遐也免发啦，啊，你看嘛。我台南市长讲靠腰啊！啊，去年罚300多个人呐、啊，几千百几张去啊！哦，我感觉收到这个收到订单的这个市民哦，红单摕来哈、啊，嗯，哦，红单摕来哦，唔是我替你拿啦，我替你讨啦。这个国家会变安创家呢？对不对？人家是大狗爬墙，小狗探尿，伊这唔是呢？顶头乌白母啊，下底安尼。他没讲啊！哦，防疫中心，我们这个实名制，黄伟哲开这单，我是个肯定，因为当其时包括议会各管区这议员，大家嘛讲一定爱热心嘛。哎，你看我就对啦，我对人拢会认识我呢。我手机啊吼，你扫了，哎，有诶根本拢假呢，伊用啊无真正甲你扫描，伊就入去啊。但是我若做无好势吼，我甲你讲，我唔敢入去呢。嗯，我行人边来给我看，哎、欸，你敢真正有发过？所以，这就是讲，咱家己对咱家己的约束，市民本身的精神嘛。尤其台南市，我迄阵足感动啊！去年这个时阵，我去学会文访问的时候，我甲恁讲啊，讲，阮做的小吃摊是安那，伊家己体谅讲，阮搁办两礼拜，就政府已经开放可以内用，我们都自动延后2个礼拜，嗯，阮搁回清气的，你听无？为什么？因为要重新营业得来不易啊，大家当做生意是都不简单的呀、啊，所以这是做定性的。那好，那个时候的反应，今嘛指挥中心有听到无？有啊，伊是听到去年的声音嘛。嗯。所以今嘛过年搞伊做惊呐，甲恁三级落去了，我甲伊讲，伊免算了。伊惊这個，伊唔是惊你无钱能赚呐，伊是惊伊呐崩了，啊今嘛甲你动了，面完竖起了。